那花鼠店好好选哈，我跟你讲，有我的很难得哦。好，来最后一分钟哦。很不敢相信两个没睡的两个人今天那个精神如此之好，这就是所谓的回光返照。这个人潮非常的棒，对，你们要拍照时呢就尽量让你们拍好啊，你们可以举个手，那我们的美女知道说哎要看一下哪里好啊，小心我们的车车，小心我们 XMAX 跟 TMAX 哦，哇这个人潮，如果想要测试哦，我们这边可以让你看一下远灯跟白灯哈，最后30秒，还有现在三个来10秒，哎呦，如果要看镜头，你会一下手，他会看你那边，好，好不好？然后休息时间呢，要拍照是他的自己的意愿，所以就可以问一下他哈。我是没有办法替你们做回答的。来，最后5秒，有没有合照？